大家好，我是卡大林，欢迎来到麦块资料包玩玩看。今天要玩的资料包很特别，可以用铁剑来召唤盲灵，就是这种普通到爆炸，只有在生存中期才可以拿到的铁剑。居然可以把异世界 BOSS 等级的盲灵召唤出来，好特别哦。对，这次尝试在生存里面安装的资料包，会在生存里面加入两种 BOSS 等级的死灵剑士。这两名剑士的名称有点中二，分别是堕落的英雄跟刀锋剑士，要用不同的材料来召唤他们。首先是堕落的英雄，召唤的材料比较好取得，我们只要收集中介之眼跟铁剑这两件东西就可以召唤出来。怎么样子召唤？直接把这两样东西丢在地上，哦，就出来了。堕落的英雄全身黑。另外一位刀锋剑士要召唤的方式就比较困难一点，就要收集地狱之心。地狱之心有点难啊，要打那个三颗头的男人，再加上铁剑就可以召唤了。这两位 BOSS 各有不同的能力，堕落英雄的速度比较快一点，会瞬间移动，使用火焰的魔法。然后这个火焰的魔法射程还蛮远的。那如果你想说，哦，既然你会用远程攻击，那我就走远点用弓箭来打你。没有想到他还会切换弓箭来一个远程的伤害，等于是说他是远近战斗都很强的一个盲灵。另外一位刀锋剑士的 BOSS 走路速度跟堕落的英雄相比起来就稍微慢了一点，不过他挥剑的时候会产生远程的剑气，力量之大，连建筑都可以瞬间的破坏。哦，附带提这栋房子是我们伺服器里面的建筑师米奇盖的。啊，坏掉了！他上线的时候竟然吓到。我的房子，我的房子！我现在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，卡赞？哎，我在学他声音。在跟 BOSS 对战的过程中，如果召唤者死亡， BOSS 就消失。你刚才用的那些祭品啊，就这样子浪费掉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那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或许可以跟朋友来个远程连线，一起搭网。最重点的事情是，把 BOSS 击败之后会掉落死灵的武器，哇，好厉害的感觉。因为这把武器是灵体的状态，没有办法直接拿到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制作一把全新的铁剑，带着那把死灵剑按右键，就可以让灵剑的力量附上来，获得这把灵剑的能力。哦，很 OP， 有没有异世界的灵力？异世界的力量就这样子拿在我手中，啊！堕落的英雄武器。攻击时会有少量的剑气，重点是走路的速度会变得超快。旁边有这种帅到爆炸的灵体，叫做呼呼呵呵呵。刀锋剑士的武器在挥剑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剑气冲击波，击中敌人之后会产生连锁的伤害，很适合在被敌人围攻的时候杀出重围。好，我现在准备了很多怪物的蛋，我们来试试看用这个魔剑打他们效果怎么样？会不会这把魔剑的力量？我们先拿剑士的剑来试试看，就是这把上面有很多符文的剑，看起来就很厉害啊，超强的感觉。喂，召唤出来了！哦呦，哦，赢了，超快的啦！再来是洞穴蜘蛛，等一下我又用错方式了，为什么要一直把它丢出去啊？是不是笨蛋？这样子才对。哦，洞穴蜘蛛出来了，嘿，哦，一击必杀，哎，超强。幻魔者，哦，幻魔者感觉很厉害，他有很多脑鬼，我们看可不可以这样用冲击波把那些脑鬼打爆。呜呼呼呼，剩下一个残党，嘿，耶，拿走你的东西。再来是中介使者。跨撒跨撒哈，中介之人要去哪里？呜呼，一击必杀，一样轻松简单。等一下，怎么又有一只？
等一下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我难道没有把他杀死吗？哦，家狼啊，吓死我了！苦力怕最麻烦的那种，一不小心就会爆炸，远距离给他战斗下去，再击，第二下，两下，只要两下就可以把苦力怕打爆了，很强哎、欸。接下来是女巫，哦，哇，一下，两下，哦，女巫好像比较不怕这种有关魔术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还有抗性啊，四下，五下，六下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完全不怕，我们只能近距离打吗？是吗？哇，女巫是唯一抗这个魔剑的怪物，怎么杀都杀不掉。哦，有了，打了超多下，哎，这么厉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换另外一把，就是这一把了。哦，这把感觉起来就很猛，上面都是灵魂啊，到处都是灵魂。会吸灵魂的剑，等一下我先吃点东西。发现拿这个剑好像会有特殊的那个负面效果，类似施毒那种感觉。好，女巫最后再打，我们再来一次猎人。来，来，哦，哦，赢了。烈焰感我收走了，洞穴蜘蛛，嘿，哦，也是一级必杀哎，幻魔者，嘿，哦，我感觉刚才那一把比较强，对，这一把好像弱了一点，这把可能最好的用处就是在它走路的速度好快，很方便啊。代步工具有没有？我们不用超跑就可以跑得很快，自己就是一台超跑，灵魂超跑。哦，不要过来哦！不要过来哦！不要过来哦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嘿！好危险！再来苦力怕，哦 ，Enderman 还没死，攻击力好低，哦，打到一下就一直后退了，再一下，最后一个最麻烦就是女巫嘛，刚才打都没什么效果，有效吗？这样子有效吗？哦，这一把可以打女巫哎，刚才那一把不行，可是这一把可以。哇，不知道原理是什么，反正就超猛。好啦，那这边的测试就到这边结束。大家觉得这两把剑哪一把剑厉害，都可以在底下跟我分享哦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大家晚安。